各位晚安，欢迎收看今宵花月夜。在影剧圈里也相当多年的时间了，始终对化妆呢还不太能适应。那么总觉得呢，化妆呢是女性的这个专利跟权利。也发现看到很多天生丽质的女孩子，化妆对她们来讲其实也都是多余的。不管您是女生、女孩还是女人，在女性的这一生中有很多的阶段呢，那是都不需要化妆，可以散发出她最自然的美。像披上婚纱的时候，让我们感受到她是最娇艳的新娘；怀孕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她是最圣洁的；那为人母亲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她那份慈爱跟伟大之美。至于男人来化妆的话，如果是为了礼貌或者为了效果的话，那也就罢了。毕竟呢，化妆呢也并不能把它当作一种伪装，真实跟平凡不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美吗？今天为您安排的节目也相当精彩，欢迎各位与我们一起度过今宵花月夜。
不见棒的两首歌曲，寻还有睡莲，这两首歌呢都将近有十多年的历史了，经过节奏些许的调整之后呢，对这两首老歌来讲只有加分的感觉，旋律方面那更不用说，已经打动了许多听众您的这个心灵了。经过岳爱玲的这个诠释来讲，真是无人再出其右，这一类歌曲经过由她嘴里唱出来，想不到还能诠释另外一种慵懒的感觉，淡淡散散的晕开了一点，那就是给我们感觉最特别的，带来一种它的韵味跟它的后劲，并不强烈，但是却是很真的，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耳际。一起我们接着下来再来欣赏岳爱玲带来也是差不多一个时期的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不要告别，我们再静静的欣赏。我的爱人，我的眼睛有两个你，三个你，十个你，我恨个你，不要抱歉，不要告别，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嘿嘿，没有人会流泪，泪流。我醉了，我的爱。不要，不要说谎，你的目光说明一切，我们的一生已经满意，不要抱歉，不要告别，在这等我会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没有人会流泪，泪流。街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
承载了每一双沉重与轻盈、痛苦与欢乐的脚步。不知道您是不是曾经注意到，当音乐流过街头，进入人们心中的时候，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究竟引起了什么样的变化？请听街头 C 大调。你为我点一支烟，人讲这是失恋烟，敢讲你准备要来离开阮，阮的心头乱纷纷，予阮愈想愈怨恨，点在手内的一支烟。你为我点一支烟，予人笑是失恋烟，人生中烧酒目屎做沉吞，阮的心内像风吹，予阮愈想愈怨嗟，看破世间情难挽回，点一支烟，那是乱魂，已经烧起一半烟云。点一支烟，那是乱魂，痴情的人心乱纷纷。点一支烟，人讲这是失恋烟，敢讲你准备要来离开阮，阮的心头乱纷纷，予阮愈想愈怨恨，点在手内的一支烟。你为我点一支烟，予人笑是失恋烟，人生中烧酒目屎做沉吞，阮的心内像风吹，予阮愈想愈怨嗟，看破世间情难挽回。点一支烟，那是乱魂，注定连起一半的命运。点一支烟，那是乱魂，失恋的人留着伤痕。点一支烟，那是乱魂，已经烧起一半烟云。点一支烟，那是乱魂，法国文学家雨果在雨果传里曾说，爱情是天作之合，心越纯洁的联系，当两颗心在深爱中渐渐的老去，外表的老态或许冲淡了些许的激情，感情也许也不再那么炽热，尽管失去了的火焰，但是它却依然保持着光辉。谢谢各位的欣赏，我们节目在这告一段落，明天见。